加到好長啊，即係可能千八以上嗰啲啊。喺第五場跑千四米，我影住呢只四號仔初次出賽就嘛，皮具先鋒39倍夾萬，四號仔而家竟然變咗19倍啊！真係有啲飛噶呢個楊明倫，楊明倫都贏咗場啊！正話，贏過嘅馬有5隻，14隻馬跑有5隻馬贏過，佢就好拍檔、爆蘇、新威王、富全大師同埋金碧科，冇馬入過 Q 啊！最叻跑第3嘅咧就係天天得樂，熱門嚟嗰一隻。因為他上仗跑第3，梁家俊跑第3，而家俾田泰安騎。最叻跑第4嘅咧就係撇勁進偏偏，勁進偏偏上次跑第4。咁啊，初跑此程嘅咧就係健康快驅同埋亞洲力量，初次出賽就皮具先鋒。咁就係咁噶啦。咁有隻馬天天得樂咧，就係跑過兩次，一次第3，一次第4。即係勉強嚟講都係從未落地啊，全部都係前4翻嚟，咁所以就夾晚就3倍，幾好嘅就嘛，因為上仗跑得第3啊嘛。嗱上仗成績好嘅咧就係2號同埋10號，一隻咧就係而家影緊呢只叫做好拍檔，咁就跑第1嘅上仗潘頓跑第1，而家何銘年就排个12档跑，档位就唔系咁好啦。但系只马上次系赢得几好，佢呢只马咧系跑过两次，一个第1，一个第2，咁啊即系100%入 Q， 咁啊赛绩就真系赛绩标炳。咁啊六号仔健康快驱就初跑此程，而家睇到呢只，咁啊上仗跑11。就5號咧，就五即係第5場咧，就即係勝出率就梗係2號幾好啦。二號跑兩次贏一次50%，2號、7號新威王啊，呢兩隻馬都贏得幾好。咁啊，上名率就2號、10號，10號就天天得攞咩？10號因為跑過兩次嘛，一次第3，即係50%入。咁啊，近績就係2號、10號好，咁所以2號、10號係相當多人關注。咁啊，一間睇下，我而家關注緊2號、10號呢啲啦，嚇！一間睇下佢哋點揀。我今日都仲係食緊白果，第4場過去啦。呢場場合叫做咁啊，主持揀2、3、6、7。二號好合理啦，二號係咪？二號就好拍檔咁樣買一跑兩次，一次 win 一次第二，咁啊用六膽添啊！六膽點解佢要揸六膽咧？六膽健康快驅上次跑11好後嘅啫，莫雷拉跑10倍咁樣上次啊，6號而家係熱咗添喎，即係信動態啫，我估都唔係信賽績嘅，健康快驅。我揀10號、2號，10號咧就係跑過兩次，一次第3，一次第4，咁即係有50%機會上名嘅。咁啊，2號咧就100%上名，0.5%勝出。咁只新威王反而上名率都唔錯嘅，係0.4啊，即係只7號，所以都好多人關注只7號嘅。單位數字，我揀10號、2號，但二號就好似位置就幾好 ，win 飛就好冷落咁樣。Jenny 就係揀2號行頭，好拍檔啊，好拍檔嘅賽績係相當好啦。但何銘年12檔咁就係一個挑戰嚟嘅。我揀10號、2號。成日都多翻好多啦。你都會唔會用翻個較為前置嘅跑法？五數保羅今日起嘛？
頭先預求啲飛都幾準口啊！呢只今日又係突然間好多飛。亞洲力量都喺度戳下喎，兜下圈嚇。亞洲力量早段啊立啲嘅，睇下今日出閘點啦。今日霍宏生都有啲冷門唔錯嘅喎。嗱，呢只就系十号仔绿色三田泰安，就系整亲只手。佢天天得落咧，就系四档档位 OK 啦。咁啊，上将梁家俊跑第三，而家俾田泰安骑咗。上次系九倍，咁而家又热咗。而家六号仔有位置六格，咁六号仔咧。好似啲非凡咁啊，即系冇乜赛绩嘅，咁突然间落飞咁啊，礼啊咁啊，莫雷拉就而家系咁咁嘅风格。啊，初跑此程，咁咧就系上将啊，十五倍跑第十一嘅，咁今次就热咗好多啊，热咗好多好多啦。我系顺动态嘅啫，只马系即系顺佢比上将更热，嗰其他好唔好我唔知啊。Jenny 揀二號、六號、十三號、七號，十三號都唔錯。十三號上將薛恩跑第六，只六號真係咁犀利啊！六號仔 VNQ 齊落啊，咁啊，咁啊睇佢點跑啦嚇。我唔跟風啊，即係我即係估佢積極噶，但係我都係買十號、二號。第五场的赛事四班千四米又落飞了，莫雷拉这一只健康快驱落到来四倍，不过天天得落呢，即是你有你落，他的票数呢依然都硬正的。好了，入闸先来见到倍增胜数，健康快驱、赤子红心、精彩生活，跟着是竞进翩翩，四倍都守不住了，健康快驅39元。好，再来见到埋去新威王大热门的天天得乐，排大爱当的富全大师亦都没大问题了。好，话咁快就剩下五只马的好拍档，看看何明年怎样发挥了。跟着金碧科搞定，剩下天天得乐、古浪精彩。而家红绿灯就是十号、六号。全部马不准备妥当，第五场赛事嚟到四番千四，大热暂时系十。好，嚟一起步嘅时候前面快嘅马咧，见到外边位置好拍档，快咗闸啊，睇下佢会点啦。中间有倍增胜数啊，咁啊再见到中档新威王、黄三红帽摆翻前啲啦，内栏第四，仲有呢只亚洲力量啊，中间咧仲有竞进翩翩咧就黑帽嗰只第五位到啦，中档仲有健康快驱啦，咁啊响入边位置咧仲有天天得乐啦，内栏疲倦先锋啊，好多针嘅马啦，咁啊先见到精彩生活啊，金碧科大约尾五到黄三嘅，尾四内栏赤子红心啊，后啲嘅马先有富全。大师古浪精彩暂时包尾先，是橙眼罩那只爆酥来的，转紧弯的时候前面放头的马有一队埋边位置是新威王，好拍档拍了上去就一起放下，再见到第三位的马健康快驱，外面就粉红衫细细只不要被人冚好一点，跟着后面的马还有中档黑衫竞进翩翩，内栏还有亚洲力量疲倦先锋，拿出去的马还有天天得乐和精彩生活，大外档是古浪精彩最出还有爆爆数啊！兜到嚟只有三百零米啦，好拍档仲有优势啊！埋边新威王又未散，中间健康快驱上紧，外边天天得乐追紧啊！第五位嘅马仲系竞进翩翩啊！出边上紧嚟有只疲倦先锋啊！最后一百米埋边就好拍档，中间就健康快驱，外边位置仲有天天得乐啊！最出上嚟整只疲倦先锋，接近终点，天天得乐响中间。好啦，咁啊中咗个 win， 咁啊只好拍档就穿唔到啊！都健康快驱啊，疲倦先锋啊，即系十号、六号啊，十号、六号、十号、四号、六号，咁啊，里边嗰只好拍档就跑第五咁样啊，咁都要开下斋啦，中个烟啦，热门啊。
好。肉眼就見到好拍檔點線先嘅，不過睇下新威王啊，究竟有冇影下啦？我天天得落，啱啱仲話唔好對。咁啊，就10號一個跑法咧，就出閘嘅時候咧，喺前面好逼嘅，好擠逼嘅，咁佢就刻意留住，走翻出去出邊咁啊跑嘅。佢四檔啊嘛，綠色衫咁啊，好易認啊。咁啊，前邊只好眼光唔係好拍檔跑咗出嚟先。咁啊，就綠色衫、黃色帽嘅即係呢個田泰安咧，就喺呢度好困迫嘅情況之下競逐。咁佢就刻意留，佢真係留嘅，有啲馬去咗。咁然後咧就由內欄咧就移去外欄咁樣跑嘅。咁而家只好拍檔仲喺前邊啦，咁就綠色衫，而家點唔知點解就移咗，已經移咗去三四碟咁樣跑啦。而家上啦。我呢只马佢啲流放啊，佢啲对只马嘅认识啊都几好。咁啊，上将梁家俊跑第三嘅，今次佢 win 咗出嚟。咁而家佢只马而家喺最外碟噶啦，差唔多。咁啊，转正直路啦，转正直路仲系跑第四、第五咁样啊。咁而家揾到条路，咁啊冲上嚟啦。咁啊，公平竞逐喺呢度咁样啊，大家斗。斗后劲啊！哎呀，我啊唔够 WiFi 啊我，咁啊绿色衫啊，拍住阿莫雷拉啊嗰啲咁啊一路跑啊，咁啊赢咗，咁啊后边只四号仔跑上嚟，咁啊赢个600几蚊 Q， 咁啊6号、10号。十号仔去到而家都有3倍 win 都几好啦吓，十号232蚊6搭10批24蚊4搭6批308个股。